而受邀。经第三，众丰富。客备及千金药方目录。朝奉郎守大肠少清冲密阁校礼判登文检院上护军赐妃于代臣林毅等校正。卷第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大医精陈第二。治病略例第三。诊侯子四。处方第五。用药第六。和合第七。服耳第八。药藏第九。卷第二，妇人方上。求子第一，转女为男妇。妊娠二祖第二，变男女变将产妇。养胎第三，禁忌滑胎妇。妊娠诸病第四，此篇有十章，胎动急速堕胎，心腹腰病及胀满、漏包、伤寒、子烦、疟病、下血、下痢、小便病、水肿。产男第五，孕闷妇。子死腹中第六，得病需去胎妇。逆生第七。包衣不出第八。下乳第九。卷第三，妇人方中。虚损第一，盗汗妇。虚烦第二。中风第三，心虚经悸妇。心腹痛第四。恶漏第五，血甲妇。下痢第六。淋渴第七。杂质第八。卷第四，妇人方下。补益第一。月水不通第二，真假妇。赤白带下崩中漏下第三。月水不调第四。卷第五上，少小阴如上。蓄力第一，则如母妇。出生出妇第二，是儿口一儿，至身不作生果脐、甘草汤、断脐诸蜜，哺乳育儿法谨方，儿口至身死，相而受邀。经第三，众丰富。客五第四，其病液体，经提腹。伤寒第五，寒热温疟腹。卷第五下，少小阴如下。